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，会记得。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乡亲时代，大家好。咱今仔日应该是拜四、拜五，那是咱吴老师的这个七金碗的时间咯。因为我明仔载有要有滴，所以讲也甲吴老师瞧一下时间，换做今仔日提早。咱今仔日要来讲的，就是讲这个咱人啦。只要是人物啦，人啦，有血有迄落动物嘛，同款，人嘛同款，咱身躯拢会着癌。这着癌呢，有各种的癌，咱毋是医学专家，咱毋知影讲这癌有几百项、几百种，咱毋知影。动物人讲树仔嘛会生癌呢，植物嘛会生癌啦。这癌就是安那，就是讲伊是一个歹物啊呢。今仔日吴老师呢，要来甲咱探讨一下讲。这个癌吼严重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因为最近有一个这个诺贝尔的这个得奖哦，伊在讲研究出讲，人哪会生癌？吼、是安怎安尼？为遮来讲起嘛吼。你爱甲介绍阿伯，我甲咱医生咧。无啦，我甲咱医生咧。我医学我都啥物都唔捌。嘿，对。咱即摆咧讲癌，就是我唔是就医学个角度咧讲癌。是是是。但是咧讲今年吼，今年个即个医学生理学诶诺贝尔奖，颁予即个日本吼东大日本东京大学个即个客座教授，客座教授即个患者，患者塔斯库，哦，这人我改款足有气质的呢。患者塔斯教授啊，办好的就对了吼。咱是过这个看到这个消息吼，当然咱提恭喜吼。这是讲吼，事后这个患者塔克斯这个博士来对经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呢，又讲，再恭喜讲，一直到拢要这样这项的研究就对了，这样的研究吼、我是看到伊咧讲迄个研究的时阵，对无？才想到咱一挂台湾的代志吼。咱今日咧就这感想来讲安尼尔，唔是要讲医学的问题，对，唔是讲医学的问题。这个翻译吼，这个博士伊研究的代志吼，一直到迄个很多诶，代志就主要是学术的对吼，是讲伊发现到这个癌吼，癌细胞加这个咱身躯的这个抗体诶这个问题啦吼。伊讲咱当然是咱大家都知影，讲咱的癌细胞咧身躯细胞，迄个癌细胞本身就是咱家己身躯内底细胞，对，这本来这细胞无相证明哈恶化去。变成细胞了，对了吼。就是讲癌细胞嘛，是咱身躯内底一个细胞了，对了吼。即个讲吼，即个癌细胞发生起来吼，咱身躯有一个机能，那外口有歹的物件走入咱身躯内底，因为咱有产生一个抗体，吼。即个抗体会往去抵抗，去个消灭它干个安尼对了吼。即个抗体，即个细胞吼，抵抗细胞。现在这个教授吼，伊是讲伊研究伊发现着这项代志，发现着讲，咱即摆就是讲，为什么普通说讲咱啦有发烧啦，还是讲叫做感冒虾米吼，咱家己的抗体都一定产生出来啊，达就会去好起来，啊，现在癌都未好起来对啦吼，癌都未好起来，你讲伊未好起来，迄个原因都是讲，因为咱的这个抗体。有一个机能，咱抗体来等到外来的侵入的时候，伊会赶紧繁殖啊吼，一直生较济啊，当攻击吼。外来那咱个愈强啊，咱的抗体啊，产生愈强吼，产生愈强起来吼。所以一直抗体一直产生较济就对啦吼。但是灯光吼，譬如讲伊一直生无限多，一直产生。安尼吼，来甲这个外来侵入的那种消灭了啊，咱这个家己自身的这个抗体细胞，煞要走倒去啊，
哦，嗯，哦，啊，一身骨来伤济，就引起咱一般都知影，我引起过敏的对啦，嘛引起伤病的对啦，最后病嘛是会死去啊，哦，所以就是讲人个天然哈，就是咱内底机能啊安排啊真好势，就是讲咱的空体原来有一个机关，有一个机关，哦，有一个机关就是讲，伊若有较足够，有够他个抵抗外来的抵抗的时阵。伊这个机关自然都关起来，关起来后，伊个空体袂搁再个收翻头底啊，咱边啊个管个收登来，迄个机关，迄个机关，哦，啊，这位教授如果伊发现着个癌细胞，嗯，癌细胞有一个技术，有一个手啊，嗯，癌细胞有一个手讲吼，迄个手伊讲吼怎样，DL1，啊，有后面讲有一个手是 DL1哈。而且 DL1 这个手，癌细胞这个手哦，嗯，所以个抵抗细胞呐产生出来，要甲伊攻的时阵吼，一进跳，就赶紧去甲迄抵抗细胞的这个或者这个或者要增强起来，迄个机关甲关起来对了。伊知影你有迄个所在，甲关起来。嗯啊，关起来结果咱迄个抵抗细胞都未繁殖起来，未壮大起来。就无够咧，通啊甲即个癌细胞收治啊，够个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一直发展起来啊，就袂好，哦，人细胞诶，迄个得了癌就袂好，可是因为安呢，啊，所以毋则讲爱去外口爱去搞做，有加用电的咯，用电疗咯，用化疗咯，用啊，啥物嘿嘿嘿。啊，但是迄个电疗、化疗就是本身癌，你甲攻击你家己的好个细胞，我来叫攻击着。对，啊，就是讲，伊讲那一旦吼，嗯，好，一旦甲这个叫做咱这个细胞，咱的迄个抵抗细胞的这个一个关起来这个机关啦，吼，嗯，还袂当关起来，哦，如果这个癌细胞，那么一个关起来的这个手，嗯，该创啊袂当甲抵抗细胞，袂当崩开就对啦，袂当崩开袂关起来。就是讲，甲迄个卡动吼，可以袂当动起来咧，互咱的迄个，叫做抵抗细胞会一直发展起来。嗯，吼，安尼用这个方法就有法度治疗癌，吼，诶，这个理论就对啦。啊，这款咱唔是医生，咱是平平安尼讲，咱听无啥有，但是伊迄个作用的代志，咱听有啦。解开啊，迄个门路啦。咱听有啦。嗯，啊，就是讲这个代志，我咧想到吼。我想讲咱台湾的问题啦，是啊，咱台湾吼，所以讲之前咧日本的迄个叫做关西机场啊，系啊，哦，啊一个迄雷马，哦，咱雷马讲别才 news 啦，哦，别才 news， 哦，假新闻啦，假新闻，假 news， 一句雷马呢，还是一个外国官啦，吼，咱台湾是安怎来对中国这么无抵抗力啦？完全无，我就无抵抗力啦，系啊，哦。啊，我想要抵抗啦，就是我在心里讲啊，咱的迄个抵抗的迄个机关叫人动起来了。对啦，迄手叫人举起来啦。叫人动起来了啦，所以咱无抵抗力啦。哈，啊是因为伊老人都甲你动起来了，我咧想想咧，不动力的咯，动力。因为恁癌细胞就是吼，只能家己身躯内底一个变成是好的细胞。系统。本来是好的细胞变歹去嘛，留咱家己的细胞，所以咱厝内的人嘛，咱厝内人啊，知影你咱国家错了，我尻川几支毛啊，吼。系啊。你当时起床啊，一食几碗饭。拢知影，所以你六点是倒，伊拢有法度甲你讲就对啦。嗯。哦，伊针对你六点就甲你攻击，啊，你就无法度抵抗。系。啊，所以这个代志，咱咧是来讲。咱即个台湾吼，即个愈来愈迄落对嘞，因为你已经完全是中国文化，吼，盖嘞，中国文化盖嘞，你好是中国文化盖嘞，啊，当然就是讲，咱家己身躯内底迄个抵抗细胞、甲癌细胞同款，你的抵抗细胞你无法度，你无，甚至卖讲你就一直甲认同，吼，尽管你有某种反抗。这种反抗嘛是时时去吼，吼去躲起来。迄个力量嘛足足薄个啊，力量嘿，无法度。所以现在咱咧想来讲，哦，就讲前啦，前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因阿公阿婆吼，来找我
大家来开讲，开讲。嗯，啊，我就去咖啡厅坐一波打打。嗯，坐下来来开讲。嗯，啊，我的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啦。嗯，另外一个问题，我讲，日本时代，因为我日本时代出世的嘛，对啊，哦啊，经过这个大和所以个共和啦吼，我拢有经过这段咧。对，啊，伊问我讲吼，日本时代，嗯，台湾，啊，甲战后作为咱讲共和吼，国民党来了后的台湾，嗯，诶，迄个差别，有具体会当讲迄个差别，跟啥物无咧？伊安尼。安尼问我啦，我首先赶快咧，赶快啦，啊无差，哦，甲咱华人来听，啊啥物都无差。啊，日本人话做中国人个咧。对，啊你日本是日本人甲咱视频，啊日本人等于我中国人甲咱，啊你赶快啦。咱内底物件拢人别人甲咱强摘落去，对啦。啊你赶快啦，啊这问题是讲安尼啦吼。我倒想着讲，迄个艺术语言，嗯，艺术语言吼，艺术语言有一段，艺术语言有一段讲，有一个皇后，有一个皇后啦，嗯，哦，一个皇后 Queen 哈，讲就爱迪啊，就爱迪啊，哎，很喜欢小猪哈，爱迪啊，啊，所以隔壁国的迄个国王知影讲，迄个皇后就爱，哦。啊，就国交的关系吼，上一只猪仔囝，上一只猪仔囝，上一只猪仔囝叫隔壁国迄个皇后的对啦。啊，你这个皇后哦，有一只猪仔了，讲好欢喜啊，啊，足疼，足疼吼。啊，用伊皇后咧穿的衫裤，做衫给伊只猪仔穿啦。对。好。啊，用皇后咧食的，好物件，给伊只猪仔食啦。啊，困到困伫个皇后身边，啊，困皇后身边，啊，个皇后你是着个揽咧啊，个抱咧啊，咧啦，啊，讲只猪仔全安尼，所以讲要被大只啦，嘿，讲要被大只起来，嘿，哦，啊，一直讲要死去啊，嗯，啊，啊，物件啊无啥物食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皇后是古怪啊，啊，我用对伊只好，只好，啊，用只好食哦，啊，个伊当啊闷闷不乐怪，袂欢喜咧，嘿。你想想讲啊，拍算规日拢伫这个房间内底，啊无我甲出去外口行行咧，无没有接地气啦，无树头气啦。啊，阮啊，你房间就甲一只猪啊，带咧啊坐车吼，啊就为国境出去外口咧对啦吼，其实去行，我行行，我看到迄路边有一个臭水沟啊，啊臭水沟啊底吼，有一只猪母出来，四五只猪仔囝，在滚土壤，哎，在滚土壤，在那垃圾土里底滚土壤嘛吼。我只猪仔囝看到咧，我记一下，我就跳了，精神拢来啊！我袂讲要死啦，哎呀！啊，我果断跳落去高底，啊，跳落高底了，再藏块猪仔吼，哦，生个娃，大娃，生个就怀疑。哎呀，当然要加一个三碗饭。摆只红烧，好嘛？迄红烧全徛到看下了。哈哈，猪仔就猪仔，嗯，猪仔就猪仔，狗啊啦，哦，猪仔，狗就是狗啦，穿衫完啦袂变人。哎，卖骂我讲，我骂着台湾人，嘿，吼，咱台湾吼，对啦，佮安怎讲？你是台湾，嘛是经过清朝两百几，即一百要到两百年的迄个统治啦，吼，迄个时间内，咱难免吼，诶，你着足重的。中国文化，中国的迄个生活方式，中国的迄个想代志的迄个方法，哦，思考方式，对啦，思考模式，思考模式，咱是难免哈。啊，这内底咱嘛袂用甲讲拢总唔好个啦，嘛一定也有好个啦，但是考虑有真济，歹个较济啦，唔好啦，啊，济过好个啦，哦，真是唔好啦。啊，这件唔好嘅代志点吼？经过日本人五十年诶，即个殖民统治嘅洗礼吼，咱差不多吼，甲放在上边。对，咱又搁换一个无同款嘅，咱换一个无同款嘅文化，对吧？即摆咱吸收日本时代，即摆日本，咱即摆诶人可能一直拢受讲，可能日本人拢做好啦。嗯，不一定啦，必然啦，一定啦，吼，日本嘛一定有卖啦，吼，啊，就是讲，总共就是在迄五十年的时间内，咱台湾人甲这个所有中国模式、中国文化、中国模式，有较减轻去啦，有较减轻去啦，
咱即摆就是咱拄咧讲癌嘛，那个譬如讲日本统治啊，一个癌啦，一个走来咱身躯内底一个癌，吼，一个癌，啊，一个癌，因为但是迄五十年中间，咱台湾的所有本土是存在。本土存在，所以咱本土存在，咱本土这个抗体存在，咱的抗体那个抵抗的时阵点吼，所以这日本的这个文化无完全有法度甲咱占领咱的身躯内底，无法度，只能身躯内底大发作，可能台湾死去，啊，无够。不过伊，我即马就歹势，我插话一下，就是讲伊日本的文化入来有好的有歹的，佮比讲日本伊嘛有甲咱讲。会讲讲强调说，着爱讲这啰日本话嘛，吼、哦，讲家己款着爱讲日本话嘛。啊，出来拜拜，着是讲袂使拜咱的台湾的公阿嬷嘛，是爱拜伊的天皇的，迄啰啥物嘛爱记迄啰。但是我着感觉讲伊安尼种安尼，但是咱还佫保存有咱台湾人的迄啰。啊，无着简单，我咧想讲可能讲哦，啊，因为因是日本人。对，是不是安尼？伊是日本人。结果就是安，因为伊外啦，咱是清楚的规，对，所以伊无法度完全甲咱占领，吼。啊，但是咱可能甲迄个日本人的现代化啦、守规矩啦，还袂这个好。学了学的嘿，讲白菜面的红，安怎？咱拢有家学起来，咱拢有家学起来。有解 OK， 但是这个有解 OK 了，即摆就是我接落就是咱台湾的所有共和国啊，要讲变我哦，中国过来啊，对，这个清朝落来，这个中国过来啊，哦，你无想讲中华民国跟清朝就无共哦，是啊，那是一个延续啦，那延续，譬如讲咱台湾日本时代，台湾跟即摆台湾嘛是一个延续啊，对啊，不是讲为啊挂断过去嘛一个台湾啊，不是安尼啊，这个是一个延续的中国，迄个中国过来哦。啊，咱拄则提出这个艺术语言的这个例啊，就是讲咱这只猪呀，跟上哦，日本人啊，那个饲五十担啊，啊，无歪呀，冇无歪呀，对啊，无歪呀，是不？啊，即摆见了祖国啊，见了迄捆西捆水哦，迄捆落个梅啊，迄捆落个梅啊，啊，就是个欢喜啊，要死啊，他给撞落呀，因为内底冇几下，算较欢喜，到老母带囝安尼算较欢喜，就撞落呀，得个跳落去啊，哦，咱对啦，因为咱以前啊，因为咱台湾人就是讲哦，这日本人足无好诶，啊，就甲伊，咱日本人来甲咱管诶好，就是讲甲咱管到足清气诶。啊，人介清气想，啊，无在行迄落乌西的迄落后，行后尾门啦，哦，啊，迄个袂凊彩偷摕物件啦，袂凊彩迄落作秀事的啦，安怎是这一挂好话，咱有学着，安尼，啊，即摆咱都经过这个啊，日本啊，互这个美国给战败了后呢，换这个中国啊，即阵讲号称的讲国民党，中国的国民党，啊，这中国国民党伊毋是清朝人。伊是虽然讲换过了，但是这就是讲，伊遐咧讲台湾哦，有中国人，那个最恶质的中国人，我们不要的，该赶去甲台湾啊。所以讲，阮赶来台湾哦，来统治咱的哦，迄就是中国内底上个恶质的这个中国人安尼。咱即马吼，老师休困者，咱等下，咱明天再个倒转来。为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